请问师父，是不是日有所思，才会夜有所梦？有啊，很多种类。至于他这个梦是属于哪个，与哪一个关节有关系，他与他特别感应。为什么？念得多，常常念，念着念着，挂在心上，这就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哪个念头都没有念阿弥陀佛好，你想想这什么道理？怕的念念念想的，还是跟地缘结的深，念念不忘。他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念头记录出去，马上就不一样。地狱、恶缘、恶思，统统把它消除掉。好啊，天天改成弥陀来加持，这个缘多殊胜。所以有些老和尚主张就念阿弥陀佛，有道理。